开始。九秒，九。九秒四一哈。他这个是怎么玩的呢？就是通过一些快的移动，然后最后把曹操给解救出来。把曹操给他放到最下边，是吧？对。然后这里叫横刀立马局，需要81个步骤才能把曹操给解救出来。先把曹操从挪下来就算就可以了，是吧？对。这个当时你是那个破纪录是用了多长时间？9:44。9:44，今天稍微慢了那么一点呢。9:940。怎么办？转到这个位置。好，你看刚才是不是在这个位置？这个破的记录是多长时间？记录是9:94。9:44。那你就是玩这个玩多久了？这个花荣岛？玩差不多几天吧。几天？那感觉玩这个他要注意一下什么呢？就一定要步骤不能走错，然后手速一定要快。哦，那差不多总共里面有几个子呢？有几个方块？它是有一个曹操，然后5个大将，然后4个小兵组成的一个。那玩法什么？就是说让曹操到下边来是吧？对，曹操从这个位置移到这个位置。移到那个位置。那个大概就是说，如果想把曹操移下去，这个要走多少步？这一局是叫横刀立马局，需要81个步骤才能把曹操从原有的位置移到出口的位置。那就是说，差不多你这个也就是在10秒以内就能完成。对。那就是说，1秒钟要走8步左右吧。